Why not teach me Chinese? Why not? Just type, we'll teach you Chinese. 你好。Repeat after me. 十。那今天呢啊，前两天我们的今日一线才报道了网上流传的一段中山三角镇女中学生的暴力视频。那今天呢，家住广州白云区的黄先生就向我们爆料说，他最近买了一部二手手机，那拿回家一看，手机里面竟然也保存着两段啊很黄很暴力的中学生校园暴力视频。扇耳光，飞踹，揪头发围殴。画面中的这群女中学生说着广州话，而拍摄视频的是个男生。一位阿姨若无其事的路过，好像也见怪不怪了。另一段视频中，这个女生先是被扇巴掌，之后身上的衣服被扒光，一丝不挂的站在众人面前，施暴的同样是一群女生。白云区的黄先生几天前刚买了个二手手机，回家捣鼓捣鼓，却发现里面竟然保存有这么两段中学生暴力视频。我感觉很暴力，真的，现在的中学生太暴力了，真的感觉心里很残忍一样的，这样打人，那么多人打一个小女孩，简直好像仇人一样打。黄先生估计，手机的前任主人很可能也是个中学生，这视频也许就是前机主自己拍的。出于好奇，黄先生上网搜了一下，这一搜发现网络上类似的暴力视频还真是不少。因为现在应该一般都是单身子女吧，那父母又太溺爱了，所以惯出来这种性格了，感觉打架很平常，是吗？ 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 Repeat after me 十。